这边是今年好像是下半年吧新开的，这边开的时间这一片吧开的时间不是很长，好像就开了两三个月在这边，那时候看到这边还是都是空的档口，现在都是比较已经满了，都很多人在这边开了档口，款式我觉得都还可以的，这边的款式不会差，但基本上的款式都是比较经典的好看的款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色彩颜色还有款式。这边的话价格会相对来说比较便宜，然后也不用拿就是打包价啊，打包要拿那么多款。但是质量的话还是没有写字楼那边上面那么好，写字楼那边的款式那么好看嘛，比较新一点。这里真的是什么款都有的，不一样吗？每个做的都不一样，那家。来看一下了，这些都是小件啊，今年流行的领子啊，这个就比较韩范了，都是比较韩风的。看一下他们家的，这一些一看都是棉衣来的。微信买什么？小米啊。这一家。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情况。这家的款式感觉还可以。好多人做卡通啊，都是米奇老鼠啊，咖啡加菲猫那些，哎，唐老鸭，可能明年是鼠年了，好多人做。但是卡通一直都很多人做的。